呀！大家好，我是 Chef Ben， 他是混蛋，好像我搞错了，我是阿干，所以我说你是混蛋。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讨论温哥华为毛横生出了那么多奶茶店，虽然这杯是茶。温哥华的饮料店真的是越来越多了。Yep。最开始就是咖啡热潮，温哥华算个咖啡城市，带领了，因为开了很多老外多嘛，就开了很多家咖啡店嘛。哦，近几年来，奶茶竟然逆袭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和我们这些移民过来的中国人太多了。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有几家奶茶店你算得出来的？就五家，五家内吧。不要说温哥华了，列治文。对啊，五家内吧。列治文应该就五六家了，包括那些原乡那些也算在的话，最多七八家。印象最深就是连锁的嘛，对吧？就是茶太，本调后面那个茶太。就从茶太一开店之后，奶茶店的增长速度是上来了。这样子上去了，这样上去的吗？这样上去。对，整个大温看过来，温哥华还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列治文都集中在同，就是那一条街上，有三号路。那你可以详细的看我们三号路视频，都已经介绍了很多就是奶茶店在上面了。没错，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统计，有46家奶茶店。对，然后视频走起。这应该有20-30家是这一两年内开的，但是咖啡店36个，跟以前没什么太大变化。咖啡店我觉得是垄断了吧，被那些大的品牌。我没想到整个为什么有12家 Starbucks， 还是分得蛮散的。因为列治文其实还是蛮大的。对啊，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那么多奶茶店吗？说起这个，记得我当时在一方刚开店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温哥华华人是蛮多的，但是那么多奶茶店会不会饱和呢？我当时有个这样的疑问在那里，后来发现我太年轻了。Too young, too simple。好，又开了10-20家奶茶，只要是只要有他自己特色在的，都还是排长龙的。羊群效应还是有的嘛，因为那个成本也低嘛，入门门槛也很低嘛。相对于餐厅，可能真的是低很多，而且那个利润也挺高的，人手要求也不高。对啊。我当时就是真的低估，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着华人这一群嘛，你后面其实看一下去的话，非华人也蛮多，就像日本人、韩国人，对，然后还有菲律宾人。菲律宾人喜欢甜的，就是非华裔都是偏好甜食嘛，不然 Tim Horton 是怎么崛起的？对啊，还有那个星巴克的那个星冰乐，对啊，因为都其实都是甜的，都是大家因为喜欢甜食的，小姐姐们都喜欢甜食，不能说小姐姐，很多那种大叔也喜欢。你也喜欢吗？我看你也很喜欢呢，我每天都一杯。没有每天，我大概一个月。今天喝了吗？没有，我大概一个月喝个2-3杯吧。你今天居然没喝奶茶？我个人是偏向咖啡多点。好吧，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两个月留意最多的就是新城市广场开了好多家新店。说起来这个很好玩，就是你走之前，新城市广场就2家还3家吧。啊，八月回来之后，那么小一个 plaza。加上一些大楼展那些的话，有7家可以卖奶茶的。嗯，来我们 rap 一下，给 Benz 一个 beat。我刚忘了。黑丸 Shirty 一方鲜一鲜，不吃不吃。啊是吧？玉林茶坊，汉林茶坊。还有夜市大鸡排，夜市大鸡排在里面有奶茶，但是然后大头仔也有。嗯。大头仔奶茶是最开始那类型的吧，粉中的大杯，一些4-5年前就开始多了一些加盟店了。其实国内有了什么就这边来了什么，前几年很喜欢贡茶嘛，然后这边也有黄茶，然后这边也有冒牌，当然是冒牌，而且更新速度是越来越快。对啊，然后这几年喜欢的那些什么一方啊、翰林啊，那些这边都有。国内可能就是贡茶有的时候就那种类型的奶茶开始有的时候，奶盖茶，就我们这里隔了3年还4年才有人开始有人奶盖。对，现在我发现国内有什么这个月几个月不用几个月不用几个月，可能一个月内就有了，因为竞争性大了，就更新速度快了。因为奶茶这东西其实是很靠那个新的玩意去推动这个销售的。我就打个比方嘛，2-3年前开的 Le Tea，现在叫 Trace Tea 了，它一直都是奶盖。整个菜单2-3年来没怎么变过，近这几个月开的奶茶店多了，水果茶，然后水果奶盖、黑糖，对啊，都要与时并进嘛。各种竞争下，
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也隔了好几个月才去的，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的，突然多了冷萃茶，水果茶也多了几款，就之前很少会出新品，还有桃胶茶，就这些新玩意了，对吧？就是卖贵一点的新玩意，就这种东西不是我爱的，大家也接受，但是真的是蛮适合夜车馆的。对，我喜欢奶茶那些朋友他们都蛮喜欢的。对啊，那么多奶茶店你有看到过倒的吗？没有。这就是我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我们低估了奶茶店在温哥华的饱和程度了，就我们它成本太低了，我觉得，所以利润高嘛。我们发现新开的奶茶店价钱都高好多啊，越来越高。我记得我开始是4块多，三四块差太多，奶茶刚才，然后后面就是我也懂了，后来开始水果茶那种高成本的一些东西也不出现了，整体价格来说是相对于比4-5块钱那种比较老式的奶茶，一种就是7-8块钱比较新式的那种奶茶。对啊，都各有好处，但是其实以温哥华像我这种阶层的消费能力都还会偏向于5块钱左右的，4-5块钱左右。 Chef Ben 是中产低收入好不好？因为4-5块钱比较合理嘛，像你出去买杯咖啡也是4-5块钱。对，可是现在新的那些店你去喝杯奶茶7-8块钱，可能就快接近于10块钱了，快接近于一个正餐的一个价位了。对啊，我去吃一顿鸡蛋菜才11块，2-3个月我喝一种这种类型可以，但对于一些有能力的人，每2-3天喝一次没事的。说实话，我觉得贵一点的奶茶就是跟便宜的没什么大差别，就是好，就是甜而已。也没有啊，茶质量上其实有不同。怎么质量上也是水啊，肥仔水啊，茶叶有说都是肥仔水。像就他们每个都有做出他们自己的特色啊，像 Tracy 奶盖、幸运糖、黑糖珍珠。像乌叶它的茶叶真的是我觉得不错的哦。每一家店他们都花了很多的金钱就去研究这件新产品，然后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上其实也大一点，稍微价格高一点是懂的，但是能否降低一点我觉得就我是希望了，但是按目前的情势看感觉应该不太可能的。但是这些女生们都不看，能只是看都不建议，最终说拍的好看啊，啥的，对吧？这就是杯子啊，杯子好看，杯子或者那个店里的装修就是什么特色，像曝光就做的就是你看杯子蛮好看的，蛮漂亮的，整个装修也是蛮有那种就是年轻那种比较 hip hop 感觉的，非华人都蛮都知道的一家店，这影响力其实是真的是超过我想象了。这种店类型呢就不像连锁店嘛，统一风格，而是那种自己店主那种想法的风格。这样就让我顺便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这近2-3年来多了一些新的年轻人放弃去找一些连锁的牌子而去自己独立经营开了一家奶茶店，这点我觉得是鼓励的，你知道吗？一个就可以证明给别人看不一定要国内的品牌才能在这边做的火，但是也有优势啊，如果是国内品牌开过来也有那个效应。是了，一开过来就真的是排队排长龙的，有自己的 idea， 有自己的风格，然后不要被别人约束着。没错，说得好，这边说得好。像这里就是简单点的，像8-8里边那个鲜果坊那些，都是自己开的，哦，做出自己的风格来。哦，没喝过。我是蛮觉得蛮厉害的这件事。所以最后的一个问题嘛，温哥华不是有很多健身房嘛，大家就健身人数也是蛮多的，越来越多，就注意健康饮食，就不要住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能摸吗？为什么在这种追求健康饮食越来越多的时代跟那个地区，奶茶店还能开得那么火？因为奶茶店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啊，糖分是一个能上瘾的东西嘛，而且有一些人是怎么喝也不会胖的嘛。对，像我有个同事一天喝一杯都不会胖，然后我还而且大家还要喝东西的，还是要出来 hang out 的吧，这里没有夜生活，那你出来 hang out 就是哎去喝杯奶茶吧，那没了别的，也是买2-3杯奶茶，大家聊聊天也不错。对啊，像玉林茶坊那些风格就刚好适合大家坐下来聊聊天的。就比如说翰林，它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休息室嘛，就是可以让大家坐下来聊聊天或者写一下功课什么啊。就一方那些可能买完就走，就只外卖比较多一点。很多人喜欢喝咖啡嘛，就多个选择吧。我可能也是这样。对，好了。那么我们这一期是完全没有赞助的，如果你是奶茶店然后想赞助我们的话呢，请在下面打钱到我们的名字。那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看，我们虽然没有奶茶，我们喝一些健康的茶，下次再见。其实这是必了。